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学外语》，表演者孙九芳、马潇荣。刚才两个精神病给您表演了，太精神病了。这个二位下去休息休息，对，到后台吃两口药，是镇定一下。这场把我们又更换上来了，到咱了。当然我没上台，各位放心就可以了。干嘛？我们吃完药上来的，都得拿药盯着。今天有些许的紧张，是吗？状态可能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我吃错了。不是，您这药劲儿比他们那药劲儿大呢。来很多好朋友，是来看演出来。对，不光说是这个剧场里边人多，嗯，今天外边这旅游区里边人也特别多，都围满了都。今天这坐这个地铁来了啊，地铁来的时候，地铁里边好，就根本就没有人能待的地方。里边不都是人吗？人多了都没有人能待的地方，就是挤呀！啊，嗯，您这一般都是站着，对，攥那把手啊，这边有的时候又挤，挤过来挤过去，嗯，这一刹车怎么样？把人家旁边一人呢就给碰了一下，我说这免不了的事儿。赶上那位呢，嗯，正好斗地主呢，哦，用手机斗地主。这边一刹车，我这胳膊肘这么一晃，这么一顶他，是碰着他的手了。哦，让他叫了一地主。对，叫地主怎么了？好，我说这赶紧给人家过去道个歉去。是啊，你看看牌怎么样？你要是四个二两炸，这好点儿。对呀，过去一鞠躬一低头，你看一个 K 大。嚯，就一个 K 大。这时候永安门到了，所有人一下车，这一挤我屁股，架着我这脑袋，头围还稍微大了点儿。啊，慌张给人家一顶，怎么样？点了一名牌。缺德不缺德呀？大哥可能说是这个也是脾气稍微好点儿 啊，不玩了，是不较这劲。一上滑一退出，对，误点了，给叫了一个三分，超级加倍。这。好，这边输大发了您先玩完以后，一看一看德云社的孙九芳，哇塞，大明星还没坐地铁呢，还这怎么说话呢？这个，但我喜欢坐地铁啊。对，这比较平民一点。平时啊，不光喜欢坐地铁，还什么？还喜欢坐公交，公交车也坐。嗯，为什么呢？主要没车。这个坐车的时候还没本呢啊，这看来本都没有。坐公交车的时候，嗯，能看到这北京啊，嗯，你是这些市井风情，哎，对，那画面这好。有的时候不光坐公交车，还坐着出去，嗯，出去旅游哦，玩去，省外旅游、国外旅游，嚯，咱也喜欢这个，喜欢玩去。尤其是像现在，你像您各位来这个，嗯，咱们德云社听相声也一样，对，好多地方去的时候都得看那个网评啊。是攻略，旅游攻略，嗯，要不然现在有看大众点评，对，看看那美团点评，是，要不看看携程，嗯，小黄书，你大约看的那是几星级？然后等会儿，不是小什么书？什么小黄书吗？不是小红书，差不多就有点颜色。不是，不行，不能差不多。小红书，看那旅游博主，嗯，推荐出去玩去。对，我喜欢，尤其是去国外啊，嗯，游览各国的这个风情风景，是吗？从而加强到自己的这个语言上的练习，哦，这对语言有帮助。在世界地图上，嗯，有一个地方叫加勒比海，这我知道。加勒比海知道吗？知道啊，加勒比海，在加勒比海的东南部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哪儿啊？叫北蹦扯湖四头奔梅尼过群岛，这名字能再说一遍吗？不一定对，瞎编的。来，北蹦扯湖四头奔梅尼过群岛，真有这地儿吗？哎，在这个加勒比海的东北部啊，有一个小岛是北蹦扯湖四头奔旧尼过群岛。这对，还旧尼过那边旧尼过，这边没尼过。哦，这边没尼。哎。哦，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嗯，游览了一圈，嗯，尤其是到这个北蹦扯湖四头奔梅尼过群岛。哦，北蹦扯湖四头奔梅尼过群岛的副总亲自接见了我。还有副总呢？哎，哦，副总用北蹦扯湖四头奔梅尼过群岛的语种给我讲了一个北蹦扯湖四头奔梅尼过群岛的寓言故事。哦，您直接说群岛就行了。对对对，这太费劲了。这个，学习啊，出去不是他游历过各国，他说了个寓言故事。对了，他怎么说的呢？这个寓言故事是这么说的，您给说说。有的人得了脏句脏都是巴的，他们脏又说好多，可是小王的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哪说来哪叫有人给他注意，那个道都是我们不都是狗。
好，这是哎，小的一个外语故事，真不错，知道吧？什么意思啊？这是不知道，不知道寓言故事，当地的一个特别具有哲理性的一个故事。哲理性？那您给说说，我们也学习学习。要想学习，学习学习，一句一句的，头一句，头一句啊啊，有人得了长句，什么？有人得了长句，您慢一点，慢点，他们就听懂了。听懂不正好吗？您就慢一点。有人得了长句。不是，你还是慢什么？打嘟了，你都免了。有人得到只章鱼，有人得到只章鱼。你有外语天赋？我什么外语天赋？废话，这都念出来了，这都可以，可以。哦，有人得到只章鱼，有人得到章鱼。哦，那二一句呢？章鱼都是八条腿母。啊，章鱼都是八条腿母。那你可以啊，可以这么音译啊，藏语都是八条腿目。对对对，你这群岛是不是离四川不远呀、啊？那藏话怎么这么音译过来？你好学习吗？哦，那下一句呢？啊，第三句啊。啊，藏语的用处有好多。有哪个用处嘞？还可以做小丸子吃。章鱼小丸子。章鱼小丸子，知道？要得要得。哎。可是他们不知道嘛？哦，他们不晓得。嗯，怎么不知道啊？那是收来，那是叫。什么？那是收来，那是叫。哪是手来，哪是脚？对，分不清章鱼的手跟脚。哦。有人给他出主意。出什么主意？拿棍儿打。干嘛？拿棍儿打。怎么意思？拿棍儿打。什么？拿棍儿打。拿棍儿打，打完了以后，章鱼捂头的是手，不捂的是脚。这玩意儿是小语种吗？你练坏了，说的不就是外国语种了吗？怎么说、啊？有人到章鱼，章鱼都是八条腿，章鱼都是好了，可是小丸子可他们不知道，我们哪是说了，哪是叫有人给他注意，哪个到屋头是我们不都是脚？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外国语种啊，这是外国语种吗？你音译的这么学，不就学得快一点吗？不用音译，知道吗？去趟四川就行了，知道吗？您这是什么呀、啊？这是小语种，是小语种，小语种啊、哦！对，你要说大语种的话、啊，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抓一大把了。那是对呀、啊。你要说的人最多的，嗯，就得是汉语。那是普及率最广的，嗯，就是英文。哎，英语、啊。你要说英文的话，其实，在我们德云社的相声舞台上，哦、嗯，就基本上就看不到，看不到，因为后台学历有限。甭说啊，后台你要会英文会外语的就稍微就哎您看看，别往后台看、嗯、眼巴前我怎么了？我就是大学毕业，外语他外语都不行，他我外语可以，外语可以吗？对，打手背上了。哪个学校的？河北外国语学院。那小看您了。是什么专业？汉语。不是，我学的播音主持，播的就是汉语。那你可能这就属于是投错胎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投错胎？这跟外语有什么关系？我生长在那个环境当中，这外语英语我没问题。就不用说太繁琐的 啊, 啊，就是从最基础的可以吗？最基本的都行，就是小孩都会的数字。太简单了，这可以。太简单了，行、啊、你随便问。反应能力得强啊。可以，可以啊。来，投一个啊。嗯，一 ，one， 哦。这可以啊，对，太简单了。二 ，two， 哦，三 ，three， 哇塞，嗯，四 ，four， 五 ，five， 六 ，six， 七 ，seven， 十，这十，这怎么了？你问完七，你问八九再十啊？你挨着问，有人挑着问他吗？你挨着问，好家伙，还得跳着问，不，别跳着问，挨着问七八九啊。一 ，one， 二 ，two， 四，这，你总跳着，该三了，四 ，four， 一 ，one， 二 ，two， 三 ，three， 一 ，one， 三 ，three， 一 ，one， 三 ，three， 一 ，one， 三 ，three， 一三一三一一三 ，one three， 爱情平身。太无聊了，你这个啊！这可以吗？什么？你这考我反应？这我都知道啊！说了半天，你清楚吗？当然可以。甭说别人，我问问你几个单词。你问我单词，随便来可以吗？好，行哈，可以。咱来水果的。
就是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从发音上去发音去教你。行行，我学习学习，可以。橘子，橘子都知道是 orange， 对，对吧？这发音来讲呢，嗯，就比较繁琐了。怎么繁琐啊？张口音。哦，张口音，对，张口。对，您来了，我橘子，注意啊，嗯。Orange， 有没有？我这声音还真可以啊，这个明白吗？哦，张口音。Orange， 行。香蕉，闭口音。哦，闭口，这是闭口音，哦，这都简单了。Banana， 哎，你最初一开始做听力的时候不都这样吗？跟那发音差不多。Banana， 真好。苹果。Apple， 榴莲。这怎么意思？这个他们在连了电，电死你才是。榴莲，榴莲呀，水果啊，来，你哪有问榴莲的呀？榴莲不行，桑葚儿。你不这常用的？我常用的，我外国人不吃这些，谁不吃的？外国人都不吃。行，我再换一个动物可以吗？动物可以。猫 ，cat， 狗 ，you 。你才狗呢！单身狗，不是，别单身狗，都是动物，那狗动物 ，dog， 哦，小狗 ，dog， 再小一点 ，dog， 刚出生的小狗 ，dog， 这都没人声了，这大狗 ，dog， 再大点 ，dog， 最大的藏獒，巴扎黑 dog。巴扎黑 dog，嗯，贵宾呢 ？VIP dog， 哈士奇，张九南 dog， 这问简问简，什么乱七八糟，这么繁琐。山羊，咩咩，这咩咩咩咩，公羊，公山羊，这咩咩，这他咩咩。这咩咩怎么这他咩咩空啊男士这咩咩哦这他咩咩啊什么呀你这是英语吗这不教你呢吗教的对吗我再问一个猪 pig 拼出来 pig P-U-G pig 这一拼就错了怎么的猪是 P-I-G 不、嗯、猪中间是 P-U-G 不是中间是 I 猪是 U 猪是 I 猪是 U 猪是 I 猪是 U 猪是 I 猪是 U 我拱死你我讨厌吗你这个你这是绕着骂人呢是怎么着你看这些这给你以身试法你能明白吗你这是什么法呢你 这说的都是什么中式英文、嗯、我听出来了明白中式还真是什么叫中式英文啊、哦、中式英文你它属于是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从字面上把英文呢它给曲解了是吗哎套上自己的观念你很多单词都是这样哦什么单词你比如说这么一个词组啊、嗯、you me这是什么意思你我这是英文原意啊中式英文不这么说他怎么翻译 you me 这是彼此这还有成语呢这哎你比如说、哦、you me who and who 什么意思咱俩谁跟谁啊这中式英文呢哦成语话也有啊成语话什么呀朝三暮四怎么说这是 morning three night four 嚯、哦不三不四呢、嗯、No three, no four 哎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是 One word girl 驾好家伙这还有相声词呢哎现在好多学英文的人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轮回了哦你说这个难一点的单词、嗯、他给你解释不了哦对但是用中式英文这么一解释、啊、就能解释得通了是吗哎都是你说什么、啊、中式英文都可以深入浅出的去说哦都能说出来都可以你能翻译是吗、哎、来你随咱就来一个现场的这汉译英就是你说这个中文对啊我给你翻译成中式英文咱听听对不对来一回汉译英行来我难不死他我同音话啊好来说我过年的事行吗可以随便来啊可以过年了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家里挂起了灯笼 Home 钩子上挂 Chinese LED什么叫我说灯笼 Chinese LED 什么 Chinese LED 中国的 LED 就是灯笼
中式英文灯笼。哦，您这套路我明白了，明白了，完了，打头来啊！过年了，过年了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家里挂起了灯笼，柴红狗红钩子上挂 Chinese LED。那好，看了舞狮 ，Look look DJ Live，DJ Live， 来的人有大舅哥，坏啊，姑妈，外甥女儿。爸爸 ，father， 这是妈妈 ，mother， 舅舅 ，mother brother， 我还收了500块钱红包。I got the red package five， 500 ten， 500，这叫500这个 ，today， 今天。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红红火火 ，Very Happy New Year， 大吉大利 ，Very Very Happy New Year， 扭转乾坤冲冲冲 ，Very Very Happy New Year， 这个年过得 YYDS， 谢谢你的。这世界很酷。